生活不易，并不是你工作不努力，调整下气息。蔷薇美丽，笑着讲述春天的结局，换季换心情。太生硬，掉进字眼里太委屈，小和尚念经。肉并不多，不要为了苗条就挨饿，出门走走就好了。成长的旅途总会挨骂，真的累了你就早点回家躺着好吧，不是让你偷懒。需要停一下。